夏天女仔瘦身嘅季节，个个节食多面无血色，残样尽现，真系减咗都补唔翻啊！要瘦又要靓，中医食疗就帮到手啦。近年食疗界大热嘅就系呢一波望落去平平无奇嘅菇菌黑虎掌菌。呢一波早被视为珍品嘅朝廷贡品常客，低脂低卡，仲能够补益气血同埋帮助排毒，重点系都几好味噃。黑虎掌菌属于可食用嘅菌类，味道甘甜，同冬菇都有啲似。野生喺云南、四川、西藏高原地带居多，好珍贵噶。香港有啲健康食品店都有啲急冻嘅散装卖，售价就大概250蚊又500克左右。其实喺中医嚟讲咧，呢一个菌就系味甘性平，有补益气血和胃通便嘅功效。咁补益气血咧，即系饮咗食用咗呢一个菌之后，会有一个面色红润啦。皮膚光澤啦，咁至於和胃通便嗰啲功效，即係其實食用咗之後可以調節個腸胃，加速個腸嗰個蠕動嘅時候有啲減肥嘅效果咯。減肥都唔代表要食得差，我哋就用黑虎掌菌做咗一湯一餸，而且味道都好唔錯噶。首先將已浸泡4小時嘅黑虎掌菌擺落燉盅裡面，然後就放入蜜棗、淮山同埋杞子。之后再加入清水，加水炖个半钟，有需要嘅话可以喺食用嘅时候加入少少盐调味。黑虎掌菌味道好浓，有甘甜嘅药材味，就算唔加盐都好好饮。首先洗干净所有材料，并且将鸡胸肉切件，然后再同盐、胡椒粉捞埋腌味待用。跟手就将啲南瓜切成一细细件，再去皮去籽，令到佢更加快熟。之后就将白米同埋浓缩嘅煎鱼汤倒入锅里面，加入清水，直至冚晒啲白米就可以闩埋个盖。当啲水分滚起嘅时候，就可以加入南瓜片，然后吸翻个盖啦。等白米煮成饭之后，开盖倒入白本菇，已经浸咗4小時嘅黑虎掌菌同埋鸡胸肉一齐炒匀。如果炒炒下觉得有啲黐锅嘅话，就可以倒少少油一齐炒。最后加翻一汤匙嘅浓缩煎鱼汤同埋辣椒粒兜匀就可以啦。南瓜的甜味平衡了黑虎掌菌的甘味，再加入煎鱼汤煮的饭好鲜甜，好有日式的感觉啊。